사랑하는 성도님들, 오늘은 창립 40주년 기념주일입니다. 찬송가 442장을 부르시겠습니다. 찬송가 404장을 부르시겠습니다. 찬양하세 괴로운 시절
만민 찬양 92장 목자의 성을 부르시겠습니다. 一同默祷。愿万民中央教会创立四十周年纪念主日大礼拜献于父神。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这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阿门。一同起立唱诗246首一节。我爱我主教会，主灵与人同居，救赎之主亲流宝血，建设清洁基础，阿门。请翻开启经文41篇，以赛亚书65章。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你们当因我所造的，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
즐거워하며 나의 백성을 기뻐하리니 우는 소리와 부르짖는 소리가 자신을 대신할 것이며 이리와 어린 양이 함께 먹을 것이며 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做蛇的食物。나의성산에서는해함도없겠고상함도없으리라사도신경하심으로이톤告白使徒信经。전능하사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请做回归周，做悔改祷告。사랑의아버지하나님감사합니다오늘은아버지하나님또창립40전을맞이해서아버지하나님앞에주일대배로드립니다우리몸과마음을우리하나님기뻐받아주시고아버지앞에합하지못한것다용서해주셔서깨끗한심령으로정성된마음으로신령과진정으로예배할수있도록도와주옵소서산제사로우리하나님받으시는예배를되게하시고우리마음이아버지보시기에선한향으로드릴수있도록축복하여주시오며말씀가운데은혜가충만하도록예배시종을주관해주시고영광흘러받아주옵소서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一同唱245首之后，未来礼拜由长老会会长崔宗泰长老做代祷。有如锡安城的教会，充满无限的荣耀。恩主照着主应许的话语，恩主亲自建立，坚立磐石上的教会，有谁能够摇动？虽有一切仇敌围绕，毫无任何忧虑。生命之泉溢满涌流，众圣徒都来畅饮，无论何时不断涌出，必不至于缺乏。如此泉水潺潺流淌，有谁还会干渴？主的丰富奇妙恩典溢满在我的心田，当我蒙得主的恩典，成为锡安的子民，世人都来恶意攻击，我仍要颂赞主名。世上所有虚空荣华，如同朝露终消散，主的儿女蒙得祝福，永永远远的祝福。
慈爱的父神，感谢父的恩典与爱，直到迎来创立四十周年，引导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父神，将感谢、荣耀、赞美归于您。这世界让我们做礼拜的时候，我们愿尽心尽意、心灵和诚实来做礼拜。父神，这世间以罪恶、不法、虚假灌满，因此很难自我发现罪恶。但是，让我们能够在万民、在圣洁的福音当中，直到进入主的怀抱当中，求父赐下圣灵的充满。亲爱的牧者，直到开拓，直到如今，只信靠父神，以圣洁的五重福音来成就世界宣教、民族福音化、建造大圣经，以无数的岁月牺牲、流泪度日，为了成就百分之百的再创造的全能，至今也在填充公义。以万民四十年周年为起点，求父神赐予这祭坛兴起发光的祭坛，向着新耶路撒冷能够更加努力迈进。亲爱的父神，引导大力祷告会的现在的院长和代行职务代行李守镇牧师，来以全能来保障他们，能够让他们彰显医治的做工。感谢父神以献身和献身担当职务的主代行和全国全世界许许多多的主仆，还有亲爱的圣徒们，都彼此在说我们非常幸福，愿我们能够更加成就圣洁，来更加尽快地建造父神所愿的圣殿。今天我们来听准牧师的正道，听正道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灵魂兴盛，也让我们能够更加幸福喜乐的心度过这创立的这一天。主持礼拜的赵大新牧师，求父神赐下圣灵的感动，还有尼西管弦乐团的演奏，也求父悦纳全国全世界之圣殿的圣徒们，通过集线电视、YouTube 各种媒体一同做礼拜的所有的地方，求父赐下恩典和感动。这世间献身释放的工人们，求父纪念，赐下天上的奖赏和这地上肥美的祝福。父神，将荣耀归您，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蒙恩典的经文是以赛亚书六十章一节到三节。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阿门。由于马内利唱诗班的献诗和尼西管弦乐团的演奏之后，我们来听准牧师的正道，神所爱的祭坛天。
亲爱的各位圣徒，各位基辛观众，在历代志下七章十六节对所罗门建造的殿宇，神这样说：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神的眼、神的心常在本祭坛，并亲自引导，将所有感谢荣耀归于父神。同心奔跑而至的所有圣徒们，通过影像参与礼拜的所有圣徒们，祝贺大家迎来本教会创立。以今日为起点，万民将作为兴起发光的祭坛，引领万民归至归主的祭坛，矗立于群地。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变成现实，都是因着父神喜爱本祭坛，始终在这祭坛展现天的缘故。那么神显现天是何意呢？对此查考时，希望圣徒们能够用心感受向着本祭坛乃至全人类的父神的大爱。奉主圣名祝愿圣徒们度过因那爱而感恩欢喜赞美主荣耀归主的美好一天。亲爱的各位圣徒，首先我们来查考天所预表的属灵的含义。所谓天，就是指灵之神荣居的灵界空间，是与披戴肉身的世人居住的这肉界空间相对的空间。天的空间是无止境、无所不能的空间，而且天又是暂时这世上，在这世上接受人类耕作后，我们回归的家乡及天国所在的空间。天国是至美至荣之处。原本这天是肉眼看不到的领域，然而父神将这天展现在本祭坛，以此神写明他向着本祭坛的爱，成就了向着本祭坛的旨意。那么天究竟是如何显现于本祭坛的呢？希望大家凭信心听今天的正道，如果相信神的永活，有天国和地狱，一定会蒙得恩典。第一，借着道来表明本祭坛以属灵的真道为根基创设，重生、圣洁、医治、复活、再临及以圣洁的五重福音构筑了基础。五重福音是在四重福音的基础上附加复活一项而成。在我国有耶圣教团，他们是四重福音。那么在1980年代，神对我说是缺少了复活，所以让我加上复活，用五重福音创建教坛。当时我成为牧师没多久，还不明白时神的旨意，但到了时候自然就这样成就了。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圣灵时代，主被钉十字架的世界以后，接待耶稣基督的圣徒们虔诚等候 新郎耶稣的重降，努力做好幸福装扮的时期。主的再临和圣徒们的复活都是将要在现实当中发生的事情。为此本祭坛一直以来明确见证圣经中记载的复活事件的真实性，以及复活以后的事情，也见证了天国和地狱有关的内容。虽然因此无辜被人论断定罪，被人说是神秘主义，猜忌基督的人现在就加了一句说是极神秘主义。在我们圣经中，如果去掉神秘主义呢，就无法相信。怎么能相信神？怎么相信看不见的灵界的空间？怎么相信天国呢？圣经中充满了神秘，从无创造到有，神从无造有，创造天地万物，这都是神秘。日头与月亮止住了，约书亚一祷告就倒止住了，红海分开，摩西一击杖，苦水变成了甜水。我们主向海说止住吧，风浪止住吧，并在水面上行走，这都是神秘主义。
放上手帕，臭流氓鬼恶鬼就退去了，疾病得医治了，婴儿罩在身上，病得医治了。因为本祭坛同样彰显这样的做工，所以人们就说神秘主义，死人复活了，很多不能怀孕的人接受祷告后怀孕了，瞎子睁开眼睛，哑巴说话，瘸腿的人小儿麻痹都能够站起来跳蹦跳，有很多死人接受祷告后复活了，像艾滋病、麻风病患者，世界各地因艾滋病饱受痛苦的患者，像癌期晚症、肺部等各种疾病、细菌这样得到医治，每周都会受到很多的见证。圣经里我们主所行的是，除此之外先知们所行的都是神秘，灾殃也是如此，像蝗虫群、鹌鹑，那么多都是神秘主义。我们因为相信神，所以发生这样的做工，彰显这样的做工。但如果去掉神秘主义，极神秘主义，怎么能相信神？怎么能相信看不见的来世呢？但事实上，该受指责的不是我们。今天许多教会的现状如何呢？别说是复活，甚至就连主的再临也不提，或者是在形式上提及。但本祭坛一直努力传讲福音的所有基本要素及圣经的所有教导，不曾加减。宣告了万世以前所隐藏的救赎奥秘、十字架之道，以及创世纪和约翰启示录等明解、明确解析耕作人类旨意及灵界奥秘的信息。借此，许许多多的圣徒们满怀复活盼望、天国的向往，尽戒罪恶，竭尽遵行神的旨意。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说我们要与神的性情有份，特别是神详细启示有关天国居所的划分和奖赏及荣耀的信息，起到促进信仰成长的作用。万民圣徒为进入神宝座所在的新耶路撒冷圣城而努力奔跑不息，为了成为磨成父神形象的儿女而竭尽所能。不仅如此，通过聆听正道，大部分圣徒都已了解地狱的惨象，所以才毅然击退罪的诱惑，并且没有追求那些腐朽消失的属世的虚妄之事，而是一心为成就圣洁的主心腹而努力不懈，能够对将来我们要去的天国及对属灵的世界能够清楚了解，是何等大的祝福呢？其实比这更大的祝福，就是能够通过深奥的属灵的真道深入了解父神。通过正道信息，我们可以了解到神多么圣洁完全，有多么大的能力，有多么爱我们。自从遇见神蒙召成为主仆后，我更是切慕了解本为灵的神的旨意，为此不分昼夜，冒着酷暑严寒，献上无数次禁食和彻夜祷告。悦纳我祷告的神，在圣灵的感动中启示了圣经上的难解经文。如今世界性畅销书籍的十字架之道，就是其代表性成果。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到十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照此经文，在圣灵的做工中，神启示深奥的属灵信息。将天界与天上的荣耀清晰呈现，将所有感谢与荣耀归附神。
亲爱的各位圣徒，第二，神借着全能在本祭坛显现了天及灵界。诗篇六十二篇十一节说，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造此全能属乎神，全能也不是人能彰显的，只有全知全能的神才能彰显。如果行全能，那就是神赐予的。我如果去那个国家，那个国家的教坛代表人，我马上就过来，就是来跪膝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全能神迹奇事，只是在圣经上看过，但看到在眼前彰显的这样全能，感到非常激动。现在真的能够相信圣经了，也可以更加火热爱神了。凡是我去过的国家都是这样。瞎子睁开眼睛，哑巴说话，聋子听见，瘸腿的人、小儿麻痹都站起来蹦跳等，彰显了各种神迹奇事。故此在本祭坛彰显的全能做工，是神与本祭坛同在的最确实的明证，也是确证深奥属灵真道为神所启示的表征。神说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用神迹随着，所以要相信神主福音的话语。要相信随着有神迹奇事，要相信那话语是真实的。然而神在本祭坛彰显全能另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将天及灵界实存的事实，属灵世界是无限空间的事实告知全世界，显明居于这灵界的全知全能的神，也就是为了向这地上世人宣告知天地万物都是神所造的事实，这全能成为我们万民圣徒们遇见造物神、造物之主神与主耶稣，体验其大能，得到真信心的重要契机。开拓至今，本祭坛每天都彰显神借着神的全能做工，这一点都不夸张。因此可以用数不胜数来描述，尤其在海外大型盛会及各种研习会时彰显的医治做工，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何况如今本祭坛已成长为全世界拥有数百万圣徒的超大型祭坛，并且通过本教会的附属机构基仙电视台，圣洁福音正面向全世界传播。通过卫星有线无线电视台，并借助互联网和移动网络服务，在全世界各个角落可以24小时随时收看节目，借此每天都在发生无数神迹奇事。举一个例子，透过基线电视每天早中晚三次以上有向全世界播出患者祷告节目，借此得到医治，祷告得蒙应允，经历神全能的做工的人不计其数。仅仅是通过电视画面介绍的祷告，晚期肿瘤消失了，已死的神经视觉听觉神经再生，可以看到了，听到了，许久没有动静的胎儿开始蠕动了。从世界各地许多人传来这样惊人的医治见证。本祭坛通过每周发行的教会周报刊和每周播出的万民电视周刊以及 WCDN 基督医学研讨会，不断介绍最具有代表性的见证事例。特别感恩的是，一直到现在见证从没有停止过。其实每周有那么多的见证向信徒们做新见证，见证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见证总是有很多。每当听到这些见证，圣徒们都一起欢喜，将荣耀归给神，在永活的父神面前流下感恩的眼泪，激动的眼泪。如此，通过这些主要媒体介绍的见证，从个人或家庭经历的感动见证，及至教会或国家所经历的奇迹，其种类广泛多样。
我们听到很多国家首脑级别的人在面临国家灾难时要请祷告，当为他们祷告时灾难就退去的见证。我去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媒体拜托我，甲禽流感很严重，每天都有人死去，请求祷告。我为他们祷告之后，甲禽流感就消失了，媒体也都知道，所以媒体也都公开了。从那天起就再没有人死去，完全消失了。通过这些见证，世界万民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了天上掌管生死祸福的神，看到了掌管人类历史、居于世界万王之上的伟大全能神。追觅着全知全能的神及属灵世界的奥秘，今后将传播至更多灵魂。各位圣徒，还记得2000年第一次目睹云彩时饮食现奇景的那一刻吗？在天空中的一定高度，有一团云彩涌现后又消失，好像有谁在天幕后将云彩又释放出来，然后再吸进去似的，云彩时隐时现。有一次神说，你这次上山要仔细观察天，注意风向。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天空有好多的云，云移动到一个地方，又消失在一个空间里。我们工人和教会圣徒们都一起看到了。但是后来发现，天空那么多的云一下子消失了，全部移动到那个空间里，被吸进去后又消失。神说灵界就是这样存在的，虽然你们以肉眼是看不到，只要打开灵眼就能看到灵界。门上徒们无数次看到云彩的消失、出现和消失，因为这都是现实、事实。几年前有圣诞点灯仪式，因为是圣诞点灯仪式，大概是在12月中旬12月17号左右举行的点灯仪式。天气预报没有报有下雨的下雪的消息，在我国国家也没有报有雪，也不会下雪。但在我们点灯仪式的时候，空间旁边打开，下起来雪。我们圣徒们还记得吧？就是说亲眼看到了，没有报有雪，也没有下雪。但是在我们点灯仪式的时候，旁边空间打开了，下起来雪。这就像是神明确宣告了肉眼看到的天以外还存在不同层次的空间。从那以后，父神运用灵界空间给我们呈现了各类奇事，逼近修灵会或圣会场所的台风突然改变路径或干脆消失，严重的干旱持续数个月的地区，到我们到达那一刻开始就下起了及时雨。这样的事情特别的多。去印度盛会的时候，印度已经10个月没有下雨了，所以人们正在室内举行示威游行，向政府要水。但是不下雨，没有水怎么办呢？洗不了衣服，都不能洗漱，不能洗澡。但是我从到达的那天开始就下起了雨，大概有10个月没有下雨那个地方。所以报道中写到说雨神来了，说雨神来了。我去的时候每天他们都在下雨，当时有300万人，那么多人下着雨都不动摇。我觉得非常奇怪，如果那么多人动摇可能会发生事故，但是人们静静的站着做礼拜，大概有3-4个小时。后来才知道，因为是没有下雨，人们示威游行，也没有饮用水。但是下雨了，人们非常高兴，所以淋着雨做30个小时的礼拜，再加上准备赞美，需要4个小时一直站着。我这是看到了令人感动的场面。那么报纸媒体纷纷报道说雨神来了。发布酷暑预警的夏日，修灵会场所吹来了像空调风一样的凉爽的风。大家想想看，韩国的8月第一周是最炎热的时候，也是雨下的最多的时候。8月第一周，我每年都举行修灵会，
我们八月第一周的修炼会有好几处修炼会场所，因为在有在全北、江源等圣徒很多，所以男女壮年、青年都分开，学生都分开举行修炼会。但是每个修炼会场所都是在八月的第一周举行，全国温度都在36度以上，全国都是闷热天气。我们修炼会场所的气温是达到了27度到28度，晚上有热带夜，但我们修炼会场所是温度是22度到21度，所以把冬天的衣服拿来，圣徒们现在都知道了，晚上要盖毯子，因为太冷了。也没有打空调，但风呢像空调风的一样凉，非常的凉爽，不热，是让我们非常凉爽的在野外举行修炼会或运动会。为了不让我们在运动会晒到，用云彩遮住，我们呢也没有淋到一滴雨。这就是神永活的证据，也是神做工如此深爱的祭坛上。每年都是这样，而不只是一年，所以这个消息传遍了全世界，海外媒体很多人都想参加这修炼会。为什么？因为想目睹神的作工。媒体看到后还登在报纸上，因为这都是现实事实。通过灵界空间聚集的无数蜻蜓，也来营造了舒适环境，并亲密地飞落在我们圣徒们身上。我们修炼会场所不只是几万只蜻蜓，落下的蜻蜓比圣徒人数还要多。蜻蜓从天上降下来，乘坐灵的空间降下来，落在我们圣徒们身上，落在圣徒们的脸上，落在手上，落在鼻子上，落在头上，都是这样从天降下来的。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圣徒们仰望天空的样子，是从太阳周围落下来。我们圣徒们都在看着天空，为了看蜻蜓降下来，我们落到我们圣徒们身上。所以我们修炼会的场所呢是没有蚊子的，没有一只蚊子，也没有飞蛾，因为都是蜻蜓吃掉了，所以晚上开派对啊，开烧烤派对都没有虫子。每次修炼会神都这样做工，神这怎能不承认神，不承认神，不承认灵的空间呢？蜻蜓都是乘坐灵的空间从天而降，我们圣徒们每年都在看到，神就是这样做工。我怎么能说不是事实的内容呢？这么多圣徒都在听，海外也在听，海外之教会也是一样，每年都会有蜻蜓来消灭蚊子。神是如此惊人的慈爱之神，因为信所以神这样做工。我们圣徒们都相信蜻蜓也不怕人，我们万民所到之处，父神都将双虫、三虫、四虫以及各种罕见的彩虹挂在空中，显明了他象征万民的爱与应许。1998年五月份，在我生日的时候，神让我们看到了四重彩虹。然后神说，今后每当看到彩虹时，都要知道我和你们同在。从那以后，我们有活动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彩虹。而且我们教会上每周都会出现几次彩虹，请大家看一下。像巨大的彩虹，双重彩虹、三重彩虹、四重彩虹、 K 字形彩虹、 V 字形胜利彩虹，各种彩虹在彩虹上、边上、边框等，看着彩虹不容易，但我们一周看有两三次。甚至星星通过灵界空间在夜空中快速穿梭、行动、跳动、行进、跳动，大家相信吧？大家相信吗？不相信吧？但可是事实，媒体也来看到了很多。神又在晚上让我们看到，晚上去修炼会看夜空，就会看到星星的移动。神借着形形色色的极光，为我们具体呈现了属灵世界，用梦幻般五颜六色的极光呈现新耶路撒冷圣城、天使、天国果实和花朵、鱼类、圣灵的宝剑、乐器等形状，加增了圣徒们天国的盼望。
神告诉我们，天国有这样的，就是形构不同的形状，还有每个各种形状的与不同的花的种类、兽的种类、乐器的种类等。通过新型立约的戒指、花环等形状，又显明了父神对我们的爱。另外又呈现出地狱之火、地狱差役、骷髅等地狱惨状，让我们知道有地狱、地狱的火、地狱骷髅、地狱使者。这也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加警醒、虔诚信仰、信心引导我们的父神的大爱。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来不及一一罗列的非常的启示。通过这一切，父神使我们像眼见、手摸似的生动感受天与天上神的存在。我们万民圣徒们正因为这样事实清晰感受到，这样真实清晰感受到天国新罗桑的荣美，所以才得以度过更火热的信仰生活。亲爱的各位圣徒，第三，父神借着赞美文化在本祭坛展现了天。本祭坛从开拓当时就启蒙，就蒙神启发，认识到异能宣教的重要性，设立异能委员会，大力培养人才。异能委员会通过各种风格的表演文化，生动展现了父神及灵界，又走遍世界向世人展现。使演奏、舞蹈、演奏、影像、服饰、道具等异能领域的各种职能得到全面发展。通过演出展现了充满美妙的光和声音的天国，赞美声音布置的天国。天父荣光照耀众儿女，不用灯光，阳光的照耀璀璨夺目，充满父神荣耀的天国。我们万民圣徒们通过赞美感受天国的幸福和快乐，拥有了更大的盼望。海外宣教日程中，在各种礼拜和聚会中，通过精心准备的赞美队表演的赞美引导，与会者们敞开心门，更容易领受福音。特别是父神给本祭坛亲赐的赞美旋律和歌词，每一样都是那么使人感动和充满。那么音乐方面的专家就说，怎么能写出这么美好的旋律和歌词呢？这近乎于神秘。是谁作词、谁作曲、谁创作这旋律呢？都很接近神秘，这都是神的作工，这都是向我们说明的，是神赐的歌词、作曲、赐旋律。不知道有多么明快，有多么美丽的感觉，就是说感动，让人心旷神怡。教会活动也是使用父神亲赐的主题和策划编排而成，借此万民越来越深入了解天上的父神，并且懂得了直到进入天国新耶路撒冷的那一天，我们当献上怎样的心灵馨香，清晰感受到了将来在天国我们所要向父神呈上是怎样的馨香。神借着以赛亚书43:21说，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诉说我的美德。亲赐我们天上美妙的旋律，使我们开口诉说父神美德，将感谢与赞美归于全能神。下面说结论。亲爱的各位圣徒，如上所述，父神在本祭坛呈现了，不断呈现了天。会为这一切都是父神白白恩赐的产物，但世上没有一样是白白得来的。如果是白白得来的，丑陋魔鬼撒旦必然会如此控告。他们之所以有这样大的信心，都是因为神偏待人，特别施恩给他们，将灵界单单显明给他们看的结果。所以神照着公义使我们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就像摩西和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历程那样，神立为万民牧者
的我及教会的工人、众圣徒也适应经历了如此火般的试炼与熬炼，经历这般经历，终于照彼得前书一章所一章七节所讲的，叫你们信心，即被试验，较比那活试验仍然能败坏的金子更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可贵，涌去了许多具备金金般信心的圣徒们。各位圣徒，天广阔而无际，通过神在本祭坛呈现的天，我们尤其能够感受到父神的心，即向着父我们的爱无限无尽的事实。开拓仅77日，我们便拥有170人聚集献上了创立礼拜。今天万民成为1万多个支起的教会的大教团，献上创立礼拜。主题经文以赛亚书60章3节中记载，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照此经文，父神的做工永不止息，必将通过本祭坛招聚万国及列王，将所有感谢荣耀归于本为爱的至大的父神。思考话语，一同做祷告。哈利路亚，아버지하나님감사합니다。오늘은창립주일에귀한말씀으로하늘이라는자의말씀을들었습니다。하늘은영이신하나님께서계신곳으로서바로영의공간을지칭합니다。하늘은우리가이땅에서잠시동안인간경작을받은후돌아갈본향곳천국이있는곳입니다。하나님이사랑하시는재단하늘을보이시는하나님아버지，첫째말씀을통해이재단의영의세계를보이셨습니다。둘째로권능으로이재단의영의세계를보이셨습니다。셋째로찬양문화를통해이재단을하늘을나타내보이셨습니다。하나님께서찬양을친히이재단에주셨습니다。아버지와같은큰은혜를주시고우리성도들에게깨우침을주시고이말씀을통해서더아버지가각성해서아버지말씀대로살아가는우리모두가되게하여주옵소서。감사합니다。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당장님의환자를위한기도를받으시겠습니다。接受主牧师为患者做了祷告，把手放在疼痛之处、软弱之处接受祷告。没有疼痛之处的人，把手放在胸前，为心愿凭信心接受祷告。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此刻求您亲自按手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超越时空做工在机芯电视观众之上，通过因特网和屏幕接受祷告的知教会、知圣殿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势力，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求父用圣灵的火原本的光焚烧并医治他们从头到脚五脏六腑每根骨节全身神经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仇敌魔鬼撒旦以及疾病病菌软弱都退去，光来进入吧。求父用圣灵的火将所有绝症顽症焚烧尽尽，击退疟疾以及所有风土病，击退感冒、咳嗽、发烧、全身酸痛、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任何流行性疾病病菌不能进入，求父保守。求父使胃癌、肺癌、乳腺癌、子宫癌、大肠癌、皮肤癌等各种癌症，以及艾滋病、白血病、脑溢血、高血压、低血压、心脏病、肺病、胃病、糖尿病、妇科病、皮肤病、甲状腺疾病以及所有炎症也都得到痊愈。也求父使小儿麻痹、中风、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症得以健全，头痛、腰痛、头痛、神经痛在内的一切疼痛都消失，癫痫、自闭症、抑郁症、躁郁症、神经衰弱等一切精神疾病也都退去。我吩咐麻痹瘫痪的地释放，瘫子要起来行走跳跃，模糊的视力要看得清楚，听不清的耳要听得清楚，瞎子要看见，聋子要听见，哑巴要开口说话，使各种事故后遗症得以洁净，骨折得到愈合，烧伤烫伤得以痊愈，火毒都退去，热气也退去，父啊求您做工，不留下一点疤痕，毒品以及各种药物剧毒中毒也得以洁净，
已死的神经细胞复苏，死人也复生。求父给不能怀胎的赐予怀胎的祝福，得到怀胎的祝福吧。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臭灵鬼撒旦、空中掌权的众邪灵都退去，他的差也退去吧。这世上的邪灵、污秽的灵、虚假诡诈的灵，以及挑拨离间、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松开一切凶恶的神，黑暗退去吧，光啊进入吧。求父神赐予您儿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离弃罪恶成为圣洁的能力，使他们灵魂兴盛，凡事兴盛，成就家庭福音化。祝福您儿女们一周间从各种事故灾殃中得蒙保守，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用圣灵的火云、天兵天使、主火焰般的眼目看顾保守所有神儿女们的家庭、工作、事业，将智慧和明哲赐给学生们，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不被世界所夺走，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祝福您儿女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使他们都能见证我遇见了神，体验了神，得到了应允，得到了祝福。父神，感谢您，将荣耀归给您，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一同唱万民赞美六十一首，把准备好的献金献在父面前。영광 받으시기
주보광고를드리겠습니다교회소식입니다教会消息，主任牧师的著作《我的人生，我的信仰》，一芬兰文电子书发行。主任牧师的向专栏定期刊登在《基督教宣教新闻》《时事新闻》等。万民消息，教会创立四十周年纪念特别专辑发行。일면에는교회창립40주년을맞아재창조의권능과第一版刊登了在迎来教会创立四十周年因再创造的权能和圣洁的福音向万民全世界成就万民旨意的三位一体的父神的荣耀第二版和第三版刊登了神亲自建立万民中央教会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以爱善引导的伟大的父神关于这样父神的话语第四版刊登了因主任牧师的正道和全能的做工得到感动建立万民教会尽力于宣教和传道的万民委内瑞拉万民担任的一位牧师和印度巴斯达万民教会一位圣徒蒙恩的见证今天是教会创立四十周年纪念主日今年教会创立主日十月九号十月十六号举行两周将感谢荣耀归于迎来创立四十周年常常引导我们的父神希望大家在主内度过幸福快乐的一天纪念教会创立四十周年的2022年万民赞美大赛于今天下午1点10分即兴电视现场直播一同参与投票的有抽奖活动请大家参考教会网站모바일앱을참고해주시기바랍니다장례기념예배가저녁예배시당회장직무대행이수진목사님의설교创立纪念礼拜主日晚礼拜是由主代行李守真牧师正道二部有创立四十周年纪念特别专辑影像十月四十号周五创立前夕礼拜有创立前夕礼拜有四十周年特别万民电视收看的第二集。十月十六号主日创立礼拜及庆祝活动在富川室内体育馆下午三点举行。第一部礼拜是由植物代行李守真牧师正道，二部由庆演是由艺能委员会主管，第三部是有亲自圣徒们亲自参与的各种展位活动。十月十六号主日大礼拜是分别是在上午十点和十一点三十分举行，请在各自的家庭线上礼拜。富川室内体育馆坐席还有停车等等，请参考教会的网站。教会创立四十周年将举行四行诗征文大赛征文期间是9月26号到10月9号包括万民庄教会至教会圣徒们提示与主任牧师万民教会还有创立祝贺等50字以内准牧师的著作是在室内各大书店有售也有电子书销售有声书刊销售为了现金做祷告父神向你献上十分之一献上各种感谢现金献上生日感谢现金救济赞助宣教现金献上即兴电视宣教现金圣殿建筑现金求父悦纳这是经求父亲自按手赐下连摇带按商间下来的祝福成就罪的心愿祷告和祈求也赐下应允家庭事业求父保守让我们更增加十分之一和感谢的条件所行所中求父赐下30倍、60倍、100倍以上的祝福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新友，当我点到大家姓名的时候，请大家站起来做祷告，欢迎大家。권순희지도교사님께서인도해주신박종근성도님사랑의하나님아버지감사합니다父神，感谢您，神的儿女登陆到世主身体的祭坛，此刻在天上也印证为万民中央教会的羊，求神赐下灵魂兴盛，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的祝福，帮助他们站立在信心的磐石之上，加增他们胜过这世界的力量、恩典、能力，被圣灵充满，祝福他们成为恳切寻求主、遇见主、体验主、荣耀神的儿女，成为爱主又蒙主喜爱的儿女，直到进入主的国度。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奉主的名欢迎大家，请大家一同起立，准牧师以祝祷结束教会创立40周年纪念主日大礼拜。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始终与我们同在的父神无微不至的慈爱，以及使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将我们引入公义中的圣灵的感动、感化、交通和充满，引导此时聚在一起做礼拜的所有圣徒之上。阿门。